擦他的码子。生活在这种限制级的东西，我们还没。打过了没？还没。其实还蛮好。我们欢迎 BCW。哦耶！接着掌声。哇！对对对，我怕被打。哦、对，有模仿他。接校园场活动的时候，对，我就遇到坏处，看到我也是很尴尬的。所以你已经打过他，对不对？什么还没？不是说不会打，什么还没？观众们，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觉得你学那个徐真真。哦，超像。还是我的节奏变得有点乱，还是我的脑袋变得有点乱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把你们全部打趴，不会再给你机会，真的好饿。侦测我体温好的人，这冬天都变得好热。赚到那该死的钱，撒到空中像 cash man， 身价都翻了倍，但都无所谓，带领我兄弟到阴影的 promise land。哇！里面写到我。擦他的码子，他还生活在这种限制级的东西。那我问你哦，就是说你在那个的时候有戴墨镜吗？我当然是不会啊，谁会在那个时候戴墨镜？我、哦、那时候没有戴墨镜啊，不会，没来演唱的时候了。天干物燥，哎，小心火烛。人生漫长，我劝你好生走路。哎 ，Joyce H. Gosh， 来辅助。Patrick 唱的怎么样？BCW 老师，你就说吧，没事、啊，没事，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行啊。嘴角的部分，对对对，嘴角的态度。所以有时候走路的感觉也蛮重要，就是你要有一个态度。哇，好自然哦，哇，好自然，找不到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在哪？妈在哪？到底在哪？对，主要就是那个气势要有。